自己的家。谁不爱爸爸妈妈？我的家给我温暖，我的家父养我长大。海洋的心，山般的恩，叫我们怎样报答？我爱我家，我爱我家，我爱我甜蜜的。来不来吃饭啊？什么那口那口，多难听！吃饭当然要用口啦，不是一口吗？人家一对夫妻俩不是叫做小两口吗？嗯。大姐啊，他到底来不来嘛？他来的话，我就多准备一双筷子哦。小鬼可能会来。我就知道，每次家里夹菜啊，他一定会来。他吃饭啊，就跟他人一样哎。嗯，稳准狠，而且还要快哎！哦，要来啊！菜菜，哦，来喽！哦，来了！哎，欢迎！怎么，你就要今天家里夹菜啊？来溜，伯父一定会回家来吃饭，嗯，特别带了半只盐水鸭来。伯父爱吃的，告诉你，现在八姐啊已经迟了。哎，哎，嘉兰，嗯，怎么会迟了呢？你已经答应要嫁给别人了。哥哥，刚才门铃响啊，我猜一定是你，因为每次家里夹菜啊，你都会来的哦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原因很简单，我鼻子太灵了，五里以外的肉香我都闻得见哦。少盖盖，今天的菜呢，有一个砂锅鱼头，还有一个萝卜烧牛腩，对不对？哇塞，都被你猜对了。那当然了。哇，可厉害了。厉害倒是没什么，只是我以前在馆子里面当过跑堂的，所以说啊，我的鼻子啊，经过特别训练的。哦，原来你是狗鼻子啊，跟狼狗一样。嘉兰，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等一下，给你看一下东西。申请的外国学校已经准了，你不久你就要出国了。我正在考虑。那我们的事呢？哎呦，小妹啊，嗯，妈不是跟你说过多少次让你不要偷吃，老毛病老是改不掉。人家饿了嘛。怎么了？嗯，哎呀，人家吃到个鸭屁股啊。活该，谁叫你偷吃的？伯母，啊，真对不起，又来打搅了。最爱吃伯母烧的菜了。欢迎欢迎，坐。好，谢谢。哥哥坐。你要干什么？
这样，兰兰，你打个电话，我放心，问问你爸爸有没有出来啊。老二、老三、老四怎么还没回来呢？妈，电话没人接。哦，那可能已经在路上了吧。嗯。哎，我去看看。小哥回来嘞！小哥。哎，小妹。妈。周大哥。哎，小妹，你今天又来夹菜是吧？哎，妈，我跟你讲一件天大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这次的期中考啊，考了200分呢。别太自满了，爬得高啊，跌得快，能够保持水准啊，就已经很难了。不过，妈还是很高兴啊。妈，下面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。怎么？我是为了赶回来吃饭，所以骑快车超了速，被开了一张罚单。妈，怎么了？我以后小心驾驶就是了嘛。妈不是怕罚钱呐，怕你出车祸，车祸丧生啊是最冤枉的了。以后开车啊小心点。妈，我知道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我会好好爱惜的。哎呦，肚子好饿，妈快开饭嘛。等你爸爸回来我们就开饭，去洗洗脸吧。啊。哇，好棒的菜啊。妈，哦，小哥偷吃菜，你就不管他？因为我是这家唯一的男孩，我有特权。哼，凭什么你有特权啊？哎，因为我是张，你是娃。哼，男孩子有什么了不起？妈就是重男轻女了，把小哥都宠上天了。你呀，才是我们家的小仙女呢！啊，你看谁不疼你啊？尤其你爸爸，把你当成宝贝一样的，还得了便宜卖乖呢。哎，快到厨房去帮你姐姐拿菜去啊！好，妈，妈，好，妈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好累啊！叫叫宝。哎哎，周大哥，周大哥。哎，妈，今天记者到我们学校去看我们练习赛跑，哎，你说棒不棒？哦，很好啊。我们准备开饭吧，你们去洗洗脸啊。好好。奇怪，爸爸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？以前爸爸不回来，总是会先打个电话。妈，我看爸爸最近好像有什么心事。做生意嘛，总会有点烦恼。在公司里做事，有没有听到什么情况？最近国际能源发生危机，公司里恐怕会受点影响。老婆回家了，没有提过吗？我爸爸从来都不会把烦恼的事情告诉我。我们走，大不了我全部破产。不，看了看了，忍耐一点，稍安勿躁，您还是忍耐一点好。这急着要上吊，他还在里边打牌，他算什么老朋友？还不想想当年他落魄的时候是谁帮过他的忙？为了探视。不，看了，来，先坐下。看了，这人嘛，这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，不能同日而语的，是吧？咱们现在是什么？咱们现在是屋漏啊又逢连夜雨，不但是遭受到国际能源的危机，而且又被人家骗了，咱们所有买的塑胶粒全是废纸，这该怎么办？哎，这真是天灾人祸加倒霉全都齐了。
当然，这件事情，我这当业务经理的当然也有责任。哎，徐经理，我不怪你，我是老板，既然你事先问过我，一切合约要都是我亲自签的字，我没话说。志田，嗯，这依你看，目前我还需要多少资金才能渡过难关？看了，恐怕要100多万。再说，咱们现在在外面的票子明天都到期了，如果明天下午3:30以前不嘎进去的话，恐怕就麻烦了。而且，咱们的厂房、公馆的房子也都押借出去了，实在是走投无路。我看，现在只有去找浩老，找他帮忙，因为据我所知啊，他最近玩股票，好像发了一笔财。要是老李也来个太极拳呢？那只有两条路可走。第一条路是宣布倒闭破产，一切让法院来处理。第二条呢？第二条就是找人来接手，我们廉价的让出去。这样的话，不但可以把积欠员工的薪水可以发放出去，而且呢，您还可以还债。不过在这个时候，来肯接手的人恐怕不会多。再说，您的债也还不清了。虽然规模不大，可是也是我惨淡经营慢慢成长，这个打击实在是太大了，我一定要支持下去，我绝不能让我跟我的多年的员工和还有作业员，让他们因为公司倒闭而失业。如果老李不肯借钱，我宁愿连让背债，我要苦撑下去。所以大伙都说康老是最重道义，处处为我们员工着想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为你久等了啊！偏偏的连庄下不了座。哎，阿燕，怎么不给客人倒茶？不要慢待客人吧。这人倒霉，喝凉水都会塞牙。国际能源发生危机是无法抗拒的，再加上被假冒外商的歹徒诈骗，双管齐下，当然是招架不住。怎么样？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？哎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也好，兄弟。有关我的事情，我想你早已经知道。啊，是，志田兄跟我说过了。现在人祸一起来，是够呛的，怎么办呢？好了，这康老的意思，当然是想苦撑下去，熬过这一阵子，等国际经济复苏的来临。是，这想法是很对的。可是你目前都熬不过去，长夜漫漫何时淡，你怎么能熬得下去呢？所以我才老着脸皮来找你呀、啊。以我个人的判断，那最多一年以后就能够复苏。本明兄，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，再加上你太太呢，跟我还可以沾上点远亲，我当然不能够见死不救。不过我自己呢，也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这个忙我是要帮的。可是我话说清楚，帮忙不是救济，必须要顾到你我双方共同的利益。好，你说怎么个办法？好，
那我就直说，我想向你调200万，为期1年，利息按市面的约定给。你房子有没有押出去？已经押给银行。哎，但到时候你要无法按期付息归还怎么办？我还要敞篷、生财，那些不值什么钱的。你到底有没有诚意？哎，看了，看了，看了。 你我是多年的老友，友情是毫无问题的。不过，在商言商，我要把钱付出去之前呢，我必须要考虑到2点：第一，这个钱我有没有把握收回来；第二，抵押品是不是靠得住？要不然我这个风险就担得太大。你毫无抵押品，怎么能借得到钱？好了，不，看了。 这浩老说的也是实在话，我看咱们这样好了，咱们再好好研究研究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途径可走。哎，我家里还得等我开饭。哎，不，不，今天去咱们家吃点饭，咱们好好谈谈。阿姨，准备开饭。啊。事情发生，日子还是要过下去，是不是？大哥，我家里通个电话。 本丽啊，哦，本丽啊，哎，我在外面吃饭了。哦，家里做了很多菜哎。哎，我赶不回来了，我吃完饭就回来。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？没有，我回来再说吧。好，好，再见。 你爸爸说他不回来吃饭了，不要等他了，你们吃吧。啊，哎，妈，你也一块来吃吧。我有点累，我待会儿再吃好了。你们先吃吧。啊，你们先吃吧。 说话不会转弯抹角。目前最好的办法，你把公司关掉，宣告破产，所有的债务让他们去打官司好了，然后你再找机会东山再起。不，我不愿意让我的员工失业，拿不到薪金，他们的生活就陷于绝境。我一定要撑下去，我有信心的，最多一年就可以恢复。可是。 问题是，你撑不下去。我会尽我一切的努力。我还是没办法借你这么多钱。我不能冒这个险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借你200万块钱，一年之后你公司还是赚不开，不是把我也埋进去了？看了，据我看，还是把厂给让掉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不但员工可以继续工作下去。 你老人家也可以松一口气呀。这么说，你还是不肯借钱给我？那算你增资。这个烂摊子谁也增不下去，除非是你让给我。哦，你愿意买下我的厂？
这个险嘛，我倒愿意冒一下。好，说说看，开价要多少？400万。你是在开玩笑吧？我开的是实价，谈不拢，最多我出50万。你是来趁火打劫？哎，没搞清楚，我是雪中送炭的。好，不必。哎，看了看了，哎，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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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听我说一句公道话，这浩老的能够接下这个工厂已经是很不容易了，因为他光料理这些债务的话，也最少要100多万。我看这样好不好？干脆就让我来代表您来处理。当然，在这法律方面有许多琐碎的问题，但是我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，我还不能让您吃亏吗？啊！我看这样，咱们三位一体来干一杯，祝咱们的霉运早日走掉。大家吧，大家吧，来来来。决定要出国深造了，我还没跟爸爸说呢。啊，为什么不先跟老婆说呢？我总得先问一下你的意见啊。我不能表示意见。哎，我们两个交往也有好多年了，你为什么不能表示一点意见？因为这些年你给我太多了，已经。我跌倒的时候你鼓励我，我寂寞的时候你安慰我，在我最需要帮忙的时候你帮忙我。介绍我到你父亲公司里面做事，我能怎么说呢？我让你去，一去就是个3-5年，那我们不就各分东西了吗？哦，你就这么经不起考验啊？不是我经不起考验，目前这个时代就是这样，一对情侣在一起，只要分开个3-5年的，那就一定会各分东西，这事情就是这么回事，你不能怨谁嘛。那这么说，你是无所谓了？不是我无所谓，而是我这个人一向都很自私。我常常分析我自己，我自己是一个很自私又充满狂想的人。不想平平凡凡的过一辈子，我一心想飞黄腾达呀。可是我又否定了我自己，我自己能力智力都是平平的，我凭什么？唯一的一点长处就是父母给我的，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。有一张女人喜欢的脸，命运里一辈子就是注定我在女人堆里头打滚。嘉兰，你不应该这么对我的，你应该找个比我好10倍、好100倍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你把我捧这么高，也不怕把我摔死？看，多好啊！给人看了，爸爸。爸爸喝醉了，我爸爸从来都不喝醉的，你们怎么不劝劝他呢？哎呀，人生难得几回醉嘛！是我爸爸血压高，他不能喝这么多酒啊！爸爸真是，我扶您到房里去。来，你爸爸歇下。哦，谢谢。看了，那我就不进去了啊。大爷，您一大早早一点到公司来，我有事让你办。是，这个。帮助过我的朋友，我不能叫我的员工失业，
我对不起他们，对不起他们。丽啊，心里有什么事情啊，总得让家里人知道吧。淑月，我不能垮，我不能垮呀。哎呦，我的头好疼啊。那是你活该，你自作自受。哎呀，明天还有30万的票子到期，不知怎么办呢。今天好好的休息一下，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吧。哎呀，那个钱我来想想办法。你难道还有私房钱？不多了，刚好30万，我放在外边，利息呢贴补家用，要不然家里的饭菜怎么会那么丰富呢？我明天去拿回来，赶快送到银行去，也可以救救急嘛。啊，进来。血压高，以后别再喝醉了。啊！刚才我们大家都急得不得了，妈连晚饭都没吃呢。对，你说的对，爸爸以后不会再喝那么多酒。好，算了，爸爸有事要跟你说。爸爸，您先休息，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。明天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。坐下来，坐下来。那您先喝点茶再说。家里的老大，万一家里要发生什么重大的灾难，这个家就要全靠你了。我知道，爸爸。我们这个家一直在艰苦中奋斗，还有今天这个小康的局面。这打击实在是太大了。先是国际能源危机，它已经好转了，都被一个外国厂商欺骗，把从国外购来的塑胶粒都是废纸。这些事从来我都没有跟你们说过。那您就不要担心，我们大家一块儿来想办法。你们都是小孩子，能有什么办法？爸爸要跟你谈话，是一直关心你未来的幸福。我知道你跟光彦很好，光彦这孩子有修行，但是不是那么按部就班、脚踏实地的人，所以我一直担心你们两个之间的情形。啊，对了，你正在申请国外的奖学金，我本想让你出国去深造，可是没想到家里都发生这么大的事情。爸爸已经没有能力来供你出国留学了，爸爸心里很难过，你要体谅爸爸才好啊。就这事，我说完了，其实害怕。爸爸，
出国也没关系的。也好，爸爸真不放心你一人，一向都已经跑了那么远。电话，谁敢接呢？都是要债的。有的还好凶哦，可是不接也不是办法。妈呢？大姐，妈有一笔私房钱放在外面，妈去收钱去了。爸爸呢？我爸在房里等妈回来啊，有了钱才敢接电话。是老大家来，尤伯伯您放心，欠您的钱我们一定会很快还给您。尤伯伯您不要误会，我们康家不会是这种人，我们不会赖账的。亚兰，哟，让我跟他说。是尤伯伯打来的。老尤，哎，我是康本利。哎，我知道。对你们几个老朋友的钱，我不会赖掉的。哪怕是我宣布倒闭、宣布破产，我也会把你们钱还清的。哎，啊，如果没有什么意外，我想明天就可以还你们。好，那我们明天再通电话哈。在家之外，我们一家人都到齐了。现在爸爸要宣布，我们即将要过一段很艰苦的生活。爸爸的事业失败了，接二连三的打击使我招架不住，所以从现在起，我们不但要把家用节省到极限，而且还要你们出去开源。爸爸绝不做一个不讲信用、不负责任的逃避。凡是我欠的钱，我一定要还清。求爸爸的诚意。到今天，才了解什么叫友情。只要一说到钱，就没有朋友。我要你们记着爸爸的一句话：好朋友千万不要有金钱的来往，金钱会使朋友变质。对不起，表哥，是表妹，
对不起啊，让你久等了。请坐，请坐。阿姨，倒茶。不用客气了。现在来，不是来责备我吧？昨天晚上我跟本立兄喝的太多了，到现在头还有点疼。本立兄怎么样？表哥，他怎么可以跟你比酒呢？昨天呢，喝得烂醉如泥，半夜里才醒过来呢。啊，他没跟我说是跟你在一起。哎，你们公司的情形，你都了解了。表哥，我现在就急需要用钱，所以我想，把我放在你那儿30万块钱，我不想放了。什么钱？表哥，你是开玩笑还是真的？去年30万块钱我不是还给你了吗？这个支票是你给我的，你说过要我提款的时候通知你一声。我现在支票带来了，本来我想到银行去兑现的，后来我想还是先通知你，我写打了好几个电话给你，你都没有接，我只好跑来了。表哥，现在我支票带来了，你把钱还给我吧。我要这张退票干什么？我是帮你把钱放给别人，付的利息呢比一般高，我在中间就没好处。现在这张支票超过了一年的时效，已经没有用了，这你能怪谁呢？这是你经手的，是你亲自把支票给我的，我相信的是你啊，表哥。就算这个支票不能兑现了，可是30万块钱我没有拿，那是事实啊。这错也不在人家呀，现在这个年头，人呢都非常的现实。这张支票你没有去提现，是你自动放弃，这就是打起官司了你也是败诉啊。你说过要提款的时候让我先通知你，我相信的是你呀，表哥。这没有办法呀，这人家在法律上也站得住，我没办法让人家还钱的。这都是你呀太相信人家了。你既然来了，当然我也不能够如此寡情，谁让咱们还沾点亲戚呢啊。这事该怎么办呢？表哥，你又不得在我面前做戏。我知道你想坑我们，你想在我丈夫有困难的时候，你想把我的公司吃掉，我们卑鄙的手段，什么另外的人，就是你，是你想逼死我们。别动火嘛，有事情事情咱们好商量啊。这算你狠，这没有人性的东西。这难道说您真的把工厂已经让给李元昊了？如果你伯母拿不到钱，我周转失灵，也只好答应他的条件。爸爸，哎，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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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了。把我的药拿来。啊，你怎么样？钱拿到了吗？
说支票过期失效，他把钱吞了，我们受骗了。要钱放你谁了？表哥李元昊。李元昊，又是他。当心您的血压，不要太激动。我不想活了，我要跟他拼了。本丽，妈，本丽，你要冷静一点。你是咱们家的栋梁，你这只栋梁可不能动。千怪万怪，只怪我们太老实，太相信别人。忍了吧，忍了吧。我去找李元昊，跟他算账去，跟他讨回个公道。胡涛，周大哥，老伯，你不能乱来。放爸爸。康本利，本利兄，我是李元昊，怎么样，考虑过了没有？我考虑过，原则上我接受你的条件，有关细节还要斟酌一下。我让光彦来代我办理，不过今天一定要有30万嘎进去。这你放心好了，我已经让志田兄嘎到银行去了。我请问你一下啊，嫂夫人到家了没有？谢谢你的关心，她已经平安到家了。那张30万过期的支票，我负责给她换一张，你让她放心好了，这笔钱绝跑不掉的。她刚才误会我，以为我存心吞掉她这笔钱。你想，你我是多年的老朋友，她是我的远房表妹。我要坑会去坑别人，怎么会坑自己人呢？再说这30万又不是3000万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这是误会，这是个误会嘛。是，但愿是个误会。会遭受到不少的打击，有的是天灾，有的是人祸，但是只要你有勇气去克服，必定能够化险为夷。康家一连串的发生不幸，原先是甜蜜而温暖的家庭即将遭受到考验。这个担子无形中压在了康家兰的肩上。您关心康家的近况吗？请继续观赏